看一下今天双方的先发球员，金门球场有张文平、陈敬桓、黄宏汉、苏奕景以及拉莫斯，台湾银行则是李维哲、张博胜、陈顺祥、范生还有 Garcia。 切入到篮底下的擦板出手不进，篮下再打是范生得分，王太杰受伤，篮下的单打拉莫斯放进两分，对或一号位他分的并没有那么的清楚。李维哲切入到篮底下的转身擦板出手均匀，不过拉莫斯还是有身高，往前长传，大汉再找张文平擦板得分，把拉莫斯也吸引出来，就会让这个联盟的再倒出来。切入这个球，裁判哨音响，吹的是一个净算 ，Edward。Garcia 一个中距离的跳投，这是 long two 两分，二个远距离的外线。顺祥的旱地拔葱出手，怪异颜色，在联盟第五名。翻身在篮下的勾射球爬进去，在转到的情况之下，他必须要去转型。不过你可以看到，目前为止还有不到两分半钟要告一段落。哇哦，切入到禁区的挑篮是吕宗岭，切入再出来，外线的跳投，这个球变成了一个助攻。这个中场距离，拉莫斯呢在第一节主要是担任侧翼的角色比较多，透过助攻然后收到一些效果。那金九则是可以看到球转移的非常的快，观察出来这名球员今天状况不错。Garcia 远距离跳投出手 ，Nothing but net。追赶上来的这个气焰，哇哦！底线跳投得分的是邱金龙，率相当高，七投四中。篮下是张博胜的出手三，地板球给进去，到篮底下的出手得分。Garcia 这球传得漂亮，又他的体力。哦，这个球是净算 N 瓦，不行，得到一个很大成长的关系。要给拉莫斯的 Garcia 中距离跳投出手 ，Nothing but net。球再掉给 Ramos。篮下的单打擦板得分，觉得很好欺负。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定 coast to coast， 再给大汉一个反勾出手得分，再找 Garcia， 来了一个骑马射箭的抛投，都可以拿到。回折回给 Garcia， 飞身上了手，回给 Garcia 远距离，这是一个 long two 跳投出手来，剩五秒钟，顺向切入空中找篮抛的战术，回折切入闪过去了，抓下了八个篮板。回折外线的三分球跳投出手得分，黄宏汉，哇，这个假晃漂亮，到篮下的出手得分，球到底角去找陈顺祥，外线旱地拔葱，又是一个三分球，往前长传，找到是苏奕景，哇，而且卡西亚也比较年轻了，外线的三分，五四对四三，苏奕景到篮下的单打被挡下来，拉莫斯爆扣。黄宏汉中距离跳投出手巨鱼，陈世强带在前面，要自己来出手，到篮下的擦板打进，让贾西亚还有进攻篮板可以抓。哇哦，拉莫斯爆放在进攻上，对，他攻下了十六分，外围的三分球交给陈佑旭，外线跳投出手巨鱼，要给拉莫斯出手得分。比较疲劳的话呢，常常会有比较更多的这个手部的车加速推进到前面。再找陈佑旭一个中距离拉高弧度的跳投得分，得到超过一百分的得分。Garcia 外围的跳投出手巨还在场上，球到底线，外围跳投出手得分。黄宏汉切入到心脏地带，这个球进算。这个情况下的磨练一些本土球，况且我想在本周两胜一色，不过他的防守站位判断很正确，这球传的也漂亮。对，一个欧洲步道篮。卢冠轩的外围跳投出手得分，前面三分之一的赛季结束了，打出一个七胜三败啊，七成的胜率，而且是。